走方便的。好，叫什么名字？本分局于昨六日晚间22:00啊，接获通报，在我们本辖的中安街有这个民众打架受伤的情势。那现场了解哦，是这个康姓的男子啊，因为与这个陈姓的男子有感情的纠纷，那所以相约在该处谈判。那双方谈判间一言不合，陈男突然持武器啊朝康男来挥舞，那造成康男的腰部跟腿部有这个刀伤。那陈男犯案后逃逸哦，那我们本分局也随即组成专案小组来全力查缉。那这个陈姓的男子啊，他因为通缉的身份，唯恐遭警方的查获，所以他在犯案之后就多次的变更交通工具，那辗转在各区域间流窜躲藏。那专案小组啊，锲而不舍，在这个扩大调监器之后啊，终于锁定这个陈男的这个行踪哦。那在永和区中正路一带发现陈贤并且将其顺利逮捕归案。